新一代古装四美新鲜出炉，于朦胧笑站上榜，有没有你的爱？当年网友票选的天涯四美可谓是火遍网路，严屹宽、霍建华、钟汉良、乔振宇都是古装美男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新一代的古装四美也已经出炉，而最先上榜的是马天宇。长相帅气，在现代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抢眼，但是穿上古装是相当惊艳。尤其是穿上一身白衣，玉树临风，妥妥的一个古装美男子。于朦胧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古装，因此他的古装扮相也是相当的深入人心。而且于朦胧似乎偏爱白色，在造型上多以白色为主，该剧自带了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。笑战在哦，我的皇帝陛下中的古装扮相可是惊艳不少人。相比现代装，笑战的古装确实非常惊艳，有种漫画中人的感觉。而且在剧中，似乎不少粉丝都认为他的颜值要比男主角高了不少，十分抢眼。最后一位应该要树洋洋了，不管是什么古装扮相，都是很好看的。而且因为学过舞蹈的缘故，杨洋身姿一直都是非常挺拔的样子，所以穿上古装也是英气十足。大家最喜欢哪一位呢？